今天上午10:40，辽宁省卫健委发布公告，沈阳新增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他是属于北京市丰台区来沈人员。目前呢，已经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和次级密切接触者均已经全部采取了集中医学隔离观察，一点儿均已经进行了终末消毒，各项防控措施正在有序进行。